陈思宇，资料照取自国际桌总官网。记者年鸟云综合报道，我国桌球女将陈思宇今在匈牙利公开赛八强战中以局数4-2力退中国转籍荷兰的血球手李杰，抢下四强门票。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第16的陈思宇，先在前一轮以局数4-2击落俄罗斯好手米凯洛娃。八强战中，陈思宇碰上世界排名34、33岁的李杰，两人过去未有交手经验，经首度碰头，陈思宇以11率先抢下第一局，次局虽以7-11让出，但接着他以11-7、11-8连下两城，握有领先优势。即便第五局陈思宇以9-11落败，仍以11-9拿下第六局，最终以局数4-2胜出。晚间11:20，另一台将陈建安将在男单八强战中迎战去年亚青男单冠军中国小将王楚钦。